有海盗啊！已经变这样了，你怕海盗，海盗还怕你嘞？好，那我们开始进行换队友的阶段，来。还没讲规则啊！你这么急啊？但是规则讲完才换，你这么急的想换？想把我换掉？春酒谁买单？第六站进行的是拜托不要选到我的设施 PK 赛啊，什么东西？待会会有两个游乐设施，然后各进行两回合的 PK， 所以每回合会抽出一个挑战队，那个挑战队可以指定一个你看他没有的弱鸡队来 PK， 然后落败队就淘汰，那依据最后存活的排名取出前两名，可以吃东西跟换轮盘。哦。真要团结啊！没有，我现在满脑子只是想了，我这一顿应该就是被人家跨博的那一个。那个任务讲一下，有两个设施嘛，一个是海盗船，海盗船，一位队员射水枪接水啊，一位队员下巴放水杯接水，所以你的脸要去接水，然后流到下面去。好，限时一分钟，接到较多水的队伍获胜。哦，这比较简单。然后再来是云霄飞车，一位队员要骑脚踏车让它产生动力爬坡，一位队员搭乘云霄飞车当计时器，绕两圈的时间内敌对队员互丢小呼啦圈到彼此的海盗帽子上，接到较多圈圈的队伍获胜，所以绕两圈的时间越短，敌对套时间套圈圈的时间就越少。 OK， 只要快一点。那没被选到的组别呢？那假设抽到 A 队，那你指定弱鸡 B 队嘛， B 队失败淘汰， A 队的牌子要放回去，所以有可能再被抽到。我的重点就是在于，如果采花姐一直在我这，我这一关是100%被针对。被什么？针对，被看没有。知恩针。那这样的。我自强。我提出了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来换。不要三棒嘛。你愿意？但是他如果他是要自己抽啊，他要抽进去啊。对，其实也是抽人啊。他抽人，他抽人，他是采花姐啊。对，来五个主持人投票。五个主持人，只要三票。对，少数不同多数。少数不同多数。好，数到三哦。要不要换队友？要的举手哈。一、二、三。你看我的队友，他一脸就没有斗志的脸，他一脸就没有斗志。你说你会有斗志？你们两个女主持就是连这都到这一关了，还是不举手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可能配到，我们配到的是我们可能男男配啊。对啊，我们不可能换，这一关也是很体力的，技术问题，然后什么体力？对啊，连女主持都怕，能运动健将怕什么？比特花呢？你是拉拉队呢？你是要巴结他们的人哦？对哈，你怎么这样讲？抱歉，你是要不在队，还是你？太凶了，我知道，因为他钱已经领出来了，他觉得反正就是我要付了，我管你们那么多。没有啊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啊，其实现在是21张啊，老实说再扣6张也没差到哪。对啊，而且更何况还不见得一定扣6张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抽的，来宾抽，来宾抽，来宾抽，加油，老天爷安排。哎呦。好，小梁哥的这一关的伙伴，梁哥不要哭。哇，到底是我好像很有趣呀。对啊。哎，皱眉是怎么样？你怎么成了千王？皱眉是怎么样？你跟我在一起就不会是千王啦，是吗？前往的问题又不是我，是你们变强啊！你们两个男队，我对你有信心。王仁甫，王仁甫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还会同队的。是人有卷舌，人是人啊！女生对女生很强哎，那他们这队很强哎，女生对女生，哇，好强啊！哇，你们好强哦！很强哎！现在我好紧张啊，阿信，我也是，我也很紧张哎。先抽不一定好啊。啊，对，对啊，一样。哇！我不要，这不是我要的。阿信以前跟人不可以组的。恭喜黄仁甫，我愿意来换。我们配到的是我们有可能男男配啊，对，其实也是抽人啊，他也是，那搞不好抽，那你抽起来又是采花姐啊。等一下，是黄仁甫，好吧，他是三个字都不对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就把我当箭靶吧。太厉害了。
这个时候的我呢，感觉到精神百倍。哎呦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道理很简单嘛。虽然我现在落后很多，但是那个二十几张牌我已经不 care 了。我现在的重点是在于，我只要接下来这两关，我如果有机会拿到第一名，我还有机会跟你们平均10000块的奖金。嗯，都还有机会的。所以你要振作起来嘛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我也是很想要有信心呐、啊。所以抽牌很重要。对，你抽一个挑战队，不然你来抽。很公正。OK。你自己抽吗？不要不要，你给你抽，给你抽，抽了，给你抽。不要，你先压力最大，对，牌最多的，你有这个资格的。慢慢抽，那么多牌，质疑最多抽。你总是要一些特别的福利嘛，自己抽，对，自己抽压力也很大。孙杰志，抽到自己抽鸟的，孙杰志啊，孙杰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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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敢，孙杰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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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五我们要挑谁？我们要挑谁？其实他们两个现在战力是算蛮强，他们两个是强的。你觉得要挑谁？挑一个霸咖队了，挑一个霸咖、哦，粉红的，粉红的。好，那他们就先上，准备准备。好，现在两组已经就位了。第一声哨音的时候就是开始射了啊，第二个就是停止。好，来，听哨音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。哎，不能直接射到桶子里，是吗？要一定要经过脸，要经过脸。蛮高的，直接射到嘴巴里，其实蛮恐怖的。哎，蛮高的，射不到，你嘴巴不要张开了，你都喝下去了。不要做，你的桶子要直一点，直一点，直一点，不是不是，另一点，对对对。哦，要用接的，要用接的，不能直接射桶子哦。打不到，喂，哎呦，哦。男生露奶头，男生露奶头，怎么会射到奶头？太高了，90度哎！你不要管了，你都已经喝下去了。哎，现在按女生比较多，女生比较多。太高了，恐怖！10、9、8、7、6，很高，很高。好，停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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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顾好，顾好杯子，眼睛张开，顾好杯子。这个是红队，这个是黄队。好，来，这个是桃红的，桃红色，200克刚刚好。刚好。这个是黄队的，黄队感觉比较多哦，230克。哎，但我比较好奇的是，请问一下，朱羽毛先生，你奶头长在哪里啊？对啊。他全身湿哎，他这全身湿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一定会湿啊。他射到了，对，他射到了我的头顶，你后面完全都没有射到，后面太高了，太高了，秀美俊呐。好，所以这个关卡是粉红队被淘汰。好，去你去抽，去你去抽，你去抽。对对对，你淘汰者，最好抽到许梦哲。哎呀，我要最害怕。鞋子哥，好哎呀，不见得会输哦。好，那你们重点是你们要找哪一队？我们一定是，我们一定是挑软柿子啊，这一定是先选女生啊。哎，我们很强哎，就他们了。好好，就他们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轮到是橘队跟灰队的对决了。小杨哥还没开始射，你怎么已经开始已经有随时准备好备射？要准备，要准备。我们这一次是因为刚刚那个摄影师说叫把护目镜拿掉，他要特写我的脸。那边大概有6台机器，有7台都在锁我的脸。这么受震撼哦！巨星的规格，哦，巨星的规格更好。好了，加油了哦！好，一样，第一声哨音呢是开始射击，第二声哨音就要停止了。来，预备。这么近会痛哎，花花，你队友会痛好不好？这水柱很强，他脸已经红了，鼻子红了，眼睛红了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，哇，好痛哦，哇，超猛的。哎，小梁哥，他的脸真的是很有用哎，怎么水那么多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没有人敢过去的啦，有没有一起 GoPro 给我拍一下花花的脸？花花脸是杀红眼哎，小梁哥不行，好可怕哦，停停停。对，
没有时间在你身上，你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状况。强哥，不是，因为他这样一直，你没有办法呼吸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没办法呼吸。要呼不停，不是，因为他必须射下面嘛。他一停止呼吸，然后我也在停止呼吸，叫不出来。因为若琪，你都已经有眼影了耶。好嘞，最后的28秒，听收音，预备，好，开始。他的水全部在下巴，但他没有接。小梁哥，杯子放下巴，杯子放下巴，小梁哥，杯子放下巴。不到，他放弃了。小梁哥，你很棒，剩5秒。他下巴超多水流，他没有接到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很多都从他下巴，他都从这里流下来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样更帅啊？好像孔刘刚洗完澡的感觉。嗯，对，出水夫人啊，刚有好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小梁哥的228，228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若琪跟花花的288，哇，好多。豆花真的太厉害了，他没停了、他射速很快，他刚刚超专注，而且他那个表情，你在那选我们，对，你真的杀红眼了。他射是这样，要不是孔刘有一段至少大概花了20秒，他说他不能呼吸，你们还不见得会赢呢。也是啦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这个游戏当中呢，是粉队、粉红队跟橘队被淘汰掉啦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剩下的是蓝队、黄队还有灰队，我们要进行下一 round 的比赛。往好处想，我们被淘汰了，就是这一关怎么样也不会抽到我。我现在觉得不用骑的脚踏车好好哦。刚阿姐还说，为什么我头别过去？因为我想呼吸，他想浮出水面。好，再来就是黄仁甫，我们要挑我们。挑，你们还有谁？你们每次都是被看，你们一定会被针对。我们家互看，我们家互看。花儿啊，花儿跟那个洛奇看起来一定是好像就只能拼他们的啦。好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拼他们了。回队。啊？魏旭好像很不会接东西啊。你话那么多干嘛？我们要希望这一关顶掉，顶掉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接斗笠不是一朝一夕的啦。真的。哇。其实接很有技巧。接真的很有技巧，感觉他就挑好灰队了。可是魏旭，可是魏旭可以踩、啊，但我瞬间爆发力哦，我至少有10秒的两次哦。对，他这一趟来他很厉害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让魏旭展现他有多厉害。太好了，你真的很搞威耶！抢完，裤子都还没干呢。接下来这个很关键啊，因为仁甫后来选择对决孟哲哈，等于花花就是铁定一二名其中其一，无条件晋级啊。那你们两个的对决就是赢的那队要再跟这个种子队对战一次。哎，可是这边呢，我以前看的在网络上很红的影片呢，都是爸爸在这边骑，然后这边是做小朋友，很少有妈妈踹这边然后儿子骑的。重点还是接圈圈了哈，对，只能捡地上的哦。好，来听哨音，预备。有抓到没抓？仁甫加油加油加油！快快！好可爱！抓到没抓？抓到没抓？哦，看彩花姐尖叫，好不舒服。而且说真的，大家都在看套圈圈，很少在看那边。就是画面美感还是有差，已经蛮累的。叫那么奇怪，哇，他们接蛮多的，他们接很多，他们接很多，哇，你接到，哇，哇，他快挂满了耶，太多了，他快挂满了，这个怎么赢啊？这么厉害，很厉害，还跪着哎，转一下，策略，一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个，13个，好强耶，很猛。他前面有一波还蛮厉害，大概连进5或6，
就是很顺，对，抓到一个美感。然后在最后一秒的时候，他丢了一把，好像有近两三个吧，很多，他们接很多，哇，接到，哇，好像吧，哎，好像有近两三个。因为我看乔阿锦在最后一个弯，我赶快地上随便收一收，然后就往前扔。而且我看到地上的好像只有两三个，其他都在上面呢，十几个很多啊，他前面很顺，十三嘛，对，我就没有赶快了，因为刚坐在那边的时候，乔阿锦已经快要晕倒了，真的，他已经有开始有觉得这样，就是晒晕的感觉。哎呦，好，所以现在对调过来，换你们丢圈圈，我们丢，我们丢 ，OK， 好，你们要去骑，时间有限哈 ，OK， 停哨音预备。小姐姐加油！对，看，对了，对了，对，中了！小姐头低，头低，下巴往下，下巴往下，哎，头往前。哦哦哦，这样比较有用哎！哦哦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最后最后了，还有机会，全上全上啊！还有还有还没，没了！啊，最后一把没中，最后一把没中，差很多了，差很多了，差很多了。可是你单格的都没中哎，你对啊，你都是靠一整把，好累哦。难得啊，跟福哥竟然，我丢这个没有很厉害，我丢这个没有很。你都是一整把的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其实没有差很多。我丢的没有很好，而且你们的战略很好，彩花姐本来想说先丢嘛，她这边就可以丢了。结果你一把好像进了四个吧？对，你丢的还蛮多的，不止哦，还蛮多的，还蛮多的，但输了啊，输了。我要练呢。好累啊，其实蛮累的，对不对？怎么那么累啊？骑那个，坐在上面也很累。而且其实你们不用下来，因为接下来换他们接圈圈，你要继续踩。你要继续踩。我可以先丢圈吗？可以让我先丢圈吗？那就好。所以现在公平起见，应该是换。灰队先去踩，让黄队先接，对嘛？猜拳，好不好？猜拳，猜拳。哎，你这个话很多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多话？我每次我是有得罪工作人员，负责。我什么事情瞧好了之后，算了，都要出来讲一句。算了，算了，不要生气。算了，算了。萨基努，不要生气了。萨基努，你一讲完，我怎么真好像看到萨基努了，就变白了。萨基努，好，猜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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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几把？一把啦，一把定七。石头布，小手布。先丢，对啊，先丢，笨蛋。来，黄队先丢，灰队先甩。就位，加油啦！这个是一二名之争哦。好，要么就一张牌，要么就两张牌，反正都是我的名字，不用怕。我放弃就这样，也没有啦。徐梦辰，你是赢一次吗？我赢一次，第一名一次而已。那花花呢？两次。那如果花花再赢，花花就三次。第一名，他就领先啦，所以你非赢不可，一定要赢哦。好。好，加油！谢谢，我会分你们哦。加油，加油，宝贝！来，提哨音，预备！加油，肉琪！哇，厉害，肉琪！哇，快快快快！我快去！蛮厉害，肉琪可以了，肉琪，肉琪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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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！肉琪休息。真做的蛮好的。哇哦！还没，还没，好，可以。来来来来，加油，热情！哇，快过了，快过了，热情！加油，热情！啊，休息，可以休息了。哇，尊啊，尊啊，对。好有，好有，尊啊！先跳头，没进。哎，很准呢，你真的丢很准，很准，是蛮多的。你根本就是在夜市摆摊的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还是有十一个，标准了两个，标准都要过十。哎，你们俩还好吧？哎，已经太酸了，这太酸，腿快断掉了，很厉害。哎，你们要关心一下你们的敌人。怎么了？十一个。好强，比哎比刚退步了呢。对，但我刚刚中间有几个距离没抓好，对，他都十个起跳，所以十一个，
要超越就是只能十一个，好，你就单独领先一万块的掌握权，加油，就第一名哦，门票券，好，拱手交替，好，好了，准备了，听声音，你是丢，好，加油，预备。小心一点，你要玩了吗？还有一圈，若晴怎样啊？啊，若晴小心一点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若晴小心一点，还早，一个一个丢也没差啊。你十八个嘞，十八个，我刚刚知道他们两个要玩，我就其实有一个预感，就是他们搞不好就是这样乱赛，然后赛道都进。我们没有乱赛，我们有策略。你们不用算了，就十个，因为地上一个都没有。其实，但我跟你讲，重点是在于一把全进。对，又起了一把是十个，这样一放，咻，太扯了。不急不急，有了。骑那么累干嘛？那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我们灰队跟黄队还是得到这关的第一名跟第二名，恭喜！恭喜！